一朝是战狼，终身哎，好像开始了。兄弟们看一下啊，这节是有东西的。就我多年的赶海经验，这是一个什么什么呢？哎，猫眼螺一个。哎，不小这个猫眼螺。如果你的手机还有电的话，就给兄弟一个双击吧。下午2:30左右继续赶海直播，记得双击关注，看看直播喽。双击费不费电呢？来吧，兄弟们哈，来到这个海边排水口的时候，一定要拿个楼耙捞一捞，看看有没有收获啊！如果有收获的话，老铁一定要给个双击。现在的小哥哥小姐姐，如果你也喜欢看大海，喜欢看赶海直播的话，记得加关注啊，看我每天的赶海直播。嗯，兄弟们啊，随着这两天大潮的退去，来到海螺岛这个淤泥里面，你只要随手这么一泼了，我的妈嘞，怎么可以有这么多的螃蟹？螃蟹虽小，五脏俱全。第一次，如果你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螃蟹，并且同意我给它放生的，给个双击，扣个一。喜欢户外赶海，别忘了加我关注，看我带你马上爆桶直播。来了，兄弟们啊，很多人都说住在海边都就是好。你们不管你去哪里，就能随处抓来点海鲜。这不来到了海螺岛，嘿嘿，随处的一个小水汪搬开就是螃蟹。我感觉把我丢在这一个月我都饿不着，螃蟹海螺吃好那属实是遍地都是。如果你手机还有电，麻烦给个双击。哎不，兄弟们，今天在海边赶海的时候啊，抓了一条鳗鱼跟一条八爪鱼，把它俩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奇迹居然发现了，他俩居然打起来了。我的妈嘞，打得好激烈呀。此视频希望能换取大家的一个小红心，喜欢户外赶海的朋友们，关注我，看我下午赶海喽。